我现在不想说我做到了，我是可以的。这一刻我等了21年，这是我练训练的第21年。所以说，人一定要有梦想。万一哪天实现了呢？我实现了，我这个金块不仅属不仅仅属于我自己，属于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，然后好多伤病的，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。尤其是16年我失利之后吧，我就平复了好长时间，才又站起来。就从失败中我又站了起来，我胜利了。所以失败和成功我都经历了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现在好多人也问我可会不会退役，但是我觉得只要祖国需要我，我肯定会一直练，练到我练不动为止。